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将为您带来的球皇98 C 实况对战解说。这场比赛由 EP 的灯神 vs EP UP 来看双方精彩对决。来吧，这场比赛双方是两主力一随机啊。这边灯神把自己随机到的角色排头，哎，真的蛮少见灯神玩七大射的啊。看这局发挥如何哟，这球跳地强转哟，超必杀忍风，再来超必杀忍风，要一波带走。好的，玉屏这边非常稳啊。来看下一回合，知道你是 EX 模式对吧？而且七杀射这个角色的爆发大家都懂啊，非常的高啊，所以就干脆不给你任何的操作空间啊。这边升龙卡针出，这个位置板边压制，好的，这边前前对色日飞的前大跳落点逆向底板，刚刚好啊。但是这个空中发波没跟上无所谓，落地六 A 近身泽贴两跟你泽中断再相杀一波，好家伙，这小百合好凶。但是这边还想泽中断，被日 P 扇扇子对策到，来看一下怎么秀。哦呦，还想强转，但是一 P 起身直接反摇拳啊！哇，这小百合这么凶的吗？刚才应该是想出升龙啊，可能是对吧？但是由于没有转身，变成了反摇拳啊。来看 UP 这边东上三期在手，哟，好哇、哦！这手圣龙好准，好快啊，好快的刀！哦呦，这手要被血反，哟，哦呦，好险又被摸奖成功。这下 AB 瘦身在反外，但是下 A 三点没跟上，坏了，这波一波带走，哇，这还留一丝血啊！看 UP。这灯神怎么翻，虽然说有可能啊，但是还是比较难。自己的气条马上要过去了，必须进攻跳地六 A 超杀，但是这下可惜啊。这波如果在板边啊，或者说稍微离板边近一点都有可能跟上啊，但是奈何板中呢，而且不是第一时间跟啊，那就跟不上了。来看板机梁，国服最强板机梁，哟，好的，走，对空意识非常到位啊。反边强转吗？还是下盘？哦呦，好的打击头，非常的果断啊。但是这边后大跳 CD 的天地霸王拳没跟上，距离拉得有点开，奥生龙，但是奈何日 P 是蹲姿，中上段判定没有打拳，这波要被大血反，一 P 果断交出自己的强反，也是保证自己的血量。但是好的，这时候能量闪身对策，一 P 的发波，一波逆向血反，空中飞机跟上反边，哦呦，一个元武帝没跟上。反击量这边即使消了强反，自己的血量还是掉了很多啊。怎么说，哦呦，好的，但这手升龙死亡龙卷风没跟上，哦呦，只能说灯神运气不错啊，如果不选择跟这个死亡龙卷风，那基本就带走了。来看 UP 这边暴走莉安娜，但是灯神这边血条闪动强反，哦呦，强反赶紧反出来吧。怎么想啊，下臂两点 MAX 天地霸王拳，来霸王响吼拳啊，霸王响吼拳啊，霸王响吼拳，漂亮，那一剑三连啊，霸王响吼拳是吧，这波确实无解啊。日皮强反呢，虽然说有可能反中啊，但是大概率会被这个霸王响吼拳的大波的判定给打回去啊，这是无解。刚才其实只能等灯神失误了，但是奈何灯神很稳啊，没有任何失误。来看这一局，哇，这手不知火大跳逆向底半，但是反而被 EPAB 瘦身以后反制。好吧，这手追波大爷跳轻脚，可惜打点过高，不急，灯神。哦呦，这手暴泄，哇，这手前前头居然能被拆吗？没想到啊，带走，得客气，哇，这不给气吗？你别后悔，我、哦、还行啊。这如果是把灯神这边，如果说是你像小草这种角色啊，那 UP 肯定要给气的，真的啊，他不给气的话，很有可能被秒。飞鼠之物追地，又是最大化伤害的输出。好的，这手六 B 没有选择跟头，而是选择站 A 二则，点中花篮，漂亮。来看灯神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板气梁，哇，这手不知火这么秀的吗？要穿三，满血哟，
奶酪敲倒，琴弦星嘴追地，六臂过顶一波地头进板，飞出柱追地，再一波空头追加。哦，再来花蓝灯神还不交强反，又是人，漂亮！这手琴弦星脚找到节奏，打击头跳 CD， 跳 CD， 好砍刀手，空中 Max 龙虎乱舞，这波一套收掉没有任何问题啊，只要不输。但是灯神的稳定是吧？我们都知道，漂亮。来看 UT 这边最后一个手啊，不对，二发出场的 King 啊。那这局灯神想反三啊，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漂亮，这一手硬怼就是反腰拳，跟你赌命。一头进板，升龙取消砍刀手，反边循环，但是手里没有资源，一套肯定是带不走。哟，看一下 King 怎么操作。哦哟，还行啊。得亏是板机良，但这边还是被 日T 花山找到节奏。Max 龙虎乱舞，选择最稳的一种方式强反。这波要强打带走吗？霸王响吼拳啊，天地霸王拳，超远距离极限，再连，漂亮！哦呦，这时候 A B C 集气，好的漂亮。灯神没有选择继续连断，而是选择日泽啊。哎，确实继续连的这个意义也不大，对吧？反正不是啊 ，Max 超杀也一套带不走，所以说不如去果断日泽。来看一下 UP 这边的莉安娜，选择暴击，好的，这手跳 CD 对策 EP 的下 C 空中枪翻反空，战 A 升龙取消 Max 旋转火化，啊信呢？这个超杀在零二里是隐藏超杀啊，看得出来 UP 这边手法非常娴熟。那这样的话，双方来到同一起跑线，赛点争夺战。哎，上一局说到小草啊，这一局就真有小草了，来吧，灯神的小草。哎，这原版 EX 模式的小草人物强度我就不赘述了啊，不谈啊。EX 模式是可以无限连的，对吧？哟，怎么想？大，哎呦，这手大毒的图顺势被却反。嗯，战 C 空投。哦呦，这个原地使出高跳奈落，一批防御僵尸在身上落地下 C 没抢过啊！这不知火的下重拳确实非常快啊！来看下一回合，可惜了啊！这灯神感觉确实他的主力很强势啊，但是由于对吧一些冷门角色跟 EX 模式的相性啊，就是默契契合度不是很好，哎，就导致可能上限不是特别高啊。但是没关系，灯神这边 EX 模式。三连跳 CD 下 C 二泽，漂亮！前前点下盘，但是这边反腰小没跟上，距离比较远，尴尬了。双超必杀忍风，这边又是一套带走的操作。哎呦，这波花篮在跟，哎呀，但是这边飞鼠术追地失误，好带走，漂亮！灯神这边稳住啊，起码没有让这个劣势继续扩大啊。UP 这边东上登场，哎，又是东上啊。跳地高打低，哦，这东丈这边日泽，但是灯神这边血条闪动就差气条，好，哦呦，这手超杀卡珍珠，但是奈何打不全，带走，可惜了啊！也是刚才那波欧生龙是最好的选择，对吧？刚好击倒。来看灯神这边板机良，最后手里角色，有啊。大跳出板，哦呦，但是这边下心脚斜的不错，原我 A 没跟上，尴尬了。打鸡头上天跳 CD， 斩裂拳，天地霸王拳，这波伤害应该是不会特别高啊。而且起身直接欧生龙也是很懂啊，我只能说 UP 是懂灯神的啊。哟，板机良这边 ABC 集气骗你前冲，好的带走，漂亮。哎，那这样的话又可以看到板崎良 vs 莉安娜了啊，两边的巅峰对决主力战啊。日P直接暴击，哦呦，但是这个手刀堵空，坏了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手一堵也不是不能理解，但是手里这么多资源，大可以用资源去。哦呦，漂亮，这手 Max 威斯金去过波，这都行，哇，有点帅。哎，要知道 UP 身上第一时间是有防御僵直的啊，基本是犹豫一瞬间啊，这下超杀都不能形成过波的效果。
那这样的话灯神被逼出墙反，灯饰墙打开始了。那这样的话 UP 已经没有墙反了，看灯神还在继续连怎么想。哦呦，这边连断失误， UP 还有机会，一颗 CD 先交先出反。这边裸 AB 的正逆泽，也是非常少见啊，暴走角色使用 AB 正逆泽，这是比较罕见。这边灯神空中 CD 取消，龙宫乱舞再进一步压低二 P 的血量，降低你的容错率，但是好的前走，哇，这就是暴走角色的速度啊，这拉前的速度赶上很多角色前跑的速度了啊。然后一波战地点一 P 的拆头，很细节啊，对吧？这灯神肯定以为你要抓我的地头啊，对吧？毕竟是暴走角色嘛，反边推进也不是很难。但是很明显灯神猜错了， UP 这边手握两个赛点，三扇子对策 EP 的扇 CD， 好的起手漂亮哟，但是 EP 起身直接凹，漂亮，但是奈何没有超杀啊，这边资源没有集齐，地头进板，哦，好的精英玫瑰凹中，哇，这都行啊兄弟们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，灯神这边听是他的主力之一啊，完全不慌，镰刀腿继续收割上天，那这个不知火应该是没了啊，毕竟是无限放超杀的，伤害应该是够，漂亮，帅帅帅帅帅，哦哟，但是 UP 也随机到自己的主力之一啊 Andy 啊，这两个角色无论是 King 还是 Andy 啊，对于灯神还有 UP 来讲呢都是备选主力啊，就是平常不拿出来用，但是绝对是非常熟练的啊。可以说双方这一局是针锋对麦芒啊。来看灯神这边日发出场的小百合，哟，这手日P暴气，好的一P千千 C 站 A 点下没有继续压制，反而被日P圣龙，但是连续圣龙被炒到节奏，漂亮。这 UP 这一波确实是有点迷啊，这个升龙有点太自信了啊，确实也可以理解，对吧？毕竟一旦升龙赌中，那这个回收是非常大的啊，即使赌不中呢，你个 EX 模式也没有很高的爆发，也不可能一套带走我对手，但是 RP 超杀对空，霸王降吼拳直接带走。来看 UP 这边最后一个收底角色，来吧来吧来吧，已有可有是吧，24岁是学生啊，对手漂亮，手刀对空，对手暴击法好的小跳过顶，毕竟 EP 是蹲姿倒地 MAX VS 金句，那没比线啊，这灯神起身凹的升龙呢也是只能赌一下的，毕竟 UP 手里是暴击状态，被压制呢基本也是死路一条啊，不如去搏一搏，很有可能单车变摩托啊，但很有可能也是对吧遭中。灯神这边反击了，好的前大跳，那不坏了吗？这手大跳在暴走角色尤其是莉安娜面前那就是白给的，一匹果断相反，但是想六 A 砍刀手则中断，被二 P 下行拳点断，好的后大跳 C 对策一匹的逆向中断，哇，这都行。灯神这边方寸大乱直接收掉，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 UP 帅呀。